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如静，我们在云南昆明的，这是一次云贵旅行的刚开始的时候吧，现在是3月初这边天气非常好，不冷不热的。这个房车营地呢是昆明靠近市中心的唯一一个比较大的营地，收费是60块钱，然后包水包电。营地的设施呢比较简陋，我们车停在这一个光光的水泥地上，它叫营地，其实像一个停车场，然后呢。它的水电呢还没有完成，电只是临时的，水也是临时的，没有废水的排放地方，污水也是黑水箱倒水也是非常困难。我勉强接了个管子，但风太大，经常吹出去，它没有排水的。电就是这样一个电桩，所谓电桩，水是这样的，没有排水，所以大家就随便排了，每个车厢一滩水。后面有小院。小院也是，院内还可以，院外公共设施非常简陋，营地也基本上没有道路，进入营地是这样一条路，没有做过铺装的，有两个优势，一个是它距市中心是最近的，然后呢，这个门口呢有一个集市，我们现在到集市去买一些东西，这就是门口的一条集市啊。因为旁边有一个居住小区，其实就是像这种，哎，买个大麻将的。它的环境是这样的，这里有一些店，这是一个居住小区的入口。它菜蛮新鲜的，撒满了水。好意思不，妹妹，我们好新鲜啊，多买几个好吧？我们买好了，看看我们的收获。挺多的，这边的价格物价非常实惠。对，然后也很新鲜，对，特别这是是。新鲜。这个房车营地的一大特点吧，一大优势，对，门口门口就是就这样有，一个，我们那个开房车的朋友们经常会自己做些菜啊喜什么，欢做饭呢，特别好的地方。对，好，我们准备走了，要离开这里了，再放点水。我们是3天前的5:20到的，现在5:20到了，老板，立马过来把钥匙拔了。营地的那个老板做的没错啊，到时间拔水拔电啊，只是我们见所未见吧。这里基本上没什么服务，而且环境呢很脏，到处丢的垃圾，非常不推荐。没有设施，收费也很高。然后呢，老板每天按时过来讨钱，好吧，一个见所未见的驻车地。